Jasmine Chu is the CEO of Amituofo Care Centre in Hong Kong and Macau. Amituofo Care Centre, or ACC, is an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 dedicated to helping orphans and vulnerable children across Africa. Founded in 2004 by Chinese Buddhist monk Venerable Hui Li, ACC has to date established 7 campuses in Malawi, Lesotho, Eswatini, Namibia, Mozambique, and Madagascar, providing local children with food protection, care, and a K-12 education. Through its campuses and community outreach work, ACC has extended its invaluable support to more than 13,000 children. While ACC ensures that these children maintain close ties with their tribes, families, and culture, they're also offered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English, Mandarin Chinese, Kung Fu, Buddhist meditation, and a range of other practical skills. All the work in Africa is supported by donations from around the world. Raised by affiliate centers in Asia, North America, Europe, and Oceania. A native of Malaysia, Jasmine began volunteering at ACC Hong Kong in 2009. While working for a listed company in Shenzhen, the following year she decided to leave her job as a business development director to focus her full-time attention on her work at the nonprofit. Since then, she has devoted herself to the cause of ACC for the past 12 years. Since Jasmine is spending time at her family home in Malaysia to care for her mother, we caught up with her in an online chat. 你好，Jasmine。阿弥陀佛关怀中心在香港成立呢，是自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那么中心的工作范畴都有哪些呢？中心主要的工作范畴呢，就是基本上的运作以外呢，还有就是年度的筹款，还有这个非洲的探访团，然后再来就是非洲学生到可能到香港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活动，还有每一年5次的法会，再来还有就是佛学课，还有一些社区活动等等的。那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就是菩提园的一个运作。之前我以为可能 ACC 的在香港主要工作就是募集资金，但是其实你们也做了非常多的社区的活动，然后也带非洲的学生来香港，也是给他们一个增长见识然后人生经历的一种方式。那我们今天跟佛蒙网的同事也去了ACC 的办公室，看到有很多的橄榄油是刚从非洲运过来的。我们也了解到这个也是 ACC 菩提园的工作。那我对这个也非常的感兴趣，因为感觉你们也是在用非常创新，然后甚至是创业家的精神，来增加一些收入，募集更多的资金送到非洲的学校，可不可以请你分享一下，ACC 在这方面经营的理念是什么呢？在慧利法师法传非洲的计划里面呢，我们有分三个步骤。那第一呢，就是十年磨一剑，也就是前进非洲，建立据点。那第二呢，就是化刀剑为犁杵，深入非洲往下扎根。那第三呢，就是拔剑拓大荒，以商养道。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法传非洲，续佛慧命。那第一跟第二的阶段的任务呢，慧理法师已经实现了，所以第三个阶段的任务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菩提园，也就是以商养道的这一块。就是我们利用当地的资源，然后就有耕种一些农作物，然后再就是通过销售的一个模式呢，自供自足这样子。因为我知道你过去是在一个上市公司做高管的，那其实现在的工作它的性质内容肯定有很多的不同，
我也了解到，就是其实你们是希望能够尽可能的节约成本，让更多的资金可以送到非洲的学校，所以说你们的团队也非常的精简，很多事情也都亲力而为。我也很想了解一下，在你个人的经历当中，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放弃一个在大部分人看来是一个更好的职业的发展机会，然后来从事慈善的事业呢？我想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定的瓶颈。那我自己的一个瓶颈点呢，就是在于我如何能让自己在学习不断的去学习不一样的层面的东西。那除了日常的那些程序化的工作以外呢，如何能让自己在修身就是也可以说是所谓的修行的层面上更升华一些。那所以我心里也暗自的发了一个愿，希望有一天能在 ACC 学习。那在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之下呢，香港前任的负责人呢被安排到非洲担任院长的一个要职。那香港 ACC 也需要人去运作嘛，那所以我马上就答应了加入这个团队。那当然最大的推动力呢还是来自于 ACC 本身自己的理念，也就是法传非洲续佛慧命，还有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以及 ACC 的发起人慧理法师，他一直咬紧牙根永不放弃的一个勇气和坚持的一个力量呢，是感动着我的。那其实你加入 ACC 一直到现在刚好是12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作为一名女性，是怎么样的一种信念让你一直坚持到现在呢？我想一艘船在运行的时候，船长的任务是非常大的，那他决定了这艘船是否能够安全抵达目的地。那当然在非营利机构的工作的话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在非洲因为文化语言还有各种条件有非常大的落差，所以这个挑战自然也非常的大。那但慧理法师他的那个处事待人以及对 ACC 的信念不管遇到任何的问题他都会坦然的面对，那从不逃避。最记得他曾经跟我分享过，就是做人一定要厚道，那即使事情不成，人情一定要在。那更何况他自己在非洲遇到过特别特别多的困难，比我们遇到的困难还要多，那他都没有放弃，依然坚持。所以这都是我们一路走来一股非常巨大的勇气的力量。好，那我想我没有理由在这样的情况下阵亡。如果说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呢，我想这是我们学习以及自我提升的一个我所谓的 bonus 吧。那这是我自己坚持下来的一个原因。那你本人跟佛教是怎么样结缘的呢？我本身是生长在一个传统的道教家庭，在一个道教的一个环境长大的。所以从小就有接触到这个传统道教的一个文化呀，还有他们的习俗之类的一些熏陶。那在我中学时期的时候呢，我就接触到这个基督教，那我非常喜欢他们的一个群体的一个氛围。那所以我可以说是在整个中学时期都是在基督教会里面去活动的。那直到我工作了以后呢，我非常感恩我遇到我的前老板。那我觉得我很幸运能够遇到他，他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佛教徒。那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就是会或者是在我们工作的当中呢，就会将佛法运用在我们的工作以及处事待人上面。那而我也非常认同佛教的一个观点，尤其是因果关系，有因必有果。那所以所有的事情的发生的过程中我们就会三思，想到后面将会带来就是为自己带来的一些利与弊，那从而在心智上会成长，那人也会变得更坦荡。所以在一次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呢，我的前老板就跟我说，哎，一起来皈依学习吧。那我说哎，好啊，那我就这样成为了佛教徒。那看来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接触过不同的宗教，
那我们也知道在非洲的话，最普遍的宗教还是基督教还有伊斯兰教。那可以想象当时ACC 到非洲去开办佛学的学校应该会受到很大的阻力和非议。但是事实呢是这些年其实 ACC 在非洲非常的成功，每一年都会有包括政府包括不同的部落的领袖都是非常支持 ACC 的工作，也希望把自己的孩子可以送到ACC 的那甚至还有酋长会赠送土地给 ACC 支持各项农务的活动还有教育。在你看来慧理法师还有大家是怎么样这么成功的呢？其实对于法传非洲的这个任务而言呢，那慧理法师常说 ACC 还未成功， ACC 现阶段所做的只是播种的工作，那种子要发芽不是这一代能够呈现出来的，那可能需要在孩子们的下一代或者是他们的第二代才能看到成果，所以我们还没成功，所以呢还需要继续努力。我们在他18岁以后呢，我们都让他自己去选择自己的宗教，自己所要去的一个方向。但18岁以前呢，他都必须就是跟着我们 ACC 里头的所制定的一些生活的一些流程去就是把这个该学的学起来。那当然我们也是跟这个当地政府的一些条规去处理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当地啊，在当地保护小孩的这个法律呢是非常严格的，非常严谨的，而且他们在文化的保护上呢也是非常的讲究的。所以在孩子们他们虽然来到了 ACC， 但是在每一年的就是暑假，只要有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寒假的时候呢，我们都必须把孩子送回去部落给他们的可能亲戚啊家人啊这样子的，因为不能就是那个他们的文化不能断层。那我也很好奇在 ACC 的话当地的学生们他到底会学什么呢？那 ACC 的日常呢，孩子们的这个生活呢是非常规律的，那从早上5:30开始就起床就诵经呀打坐呀，然后之后呢就就是这个功夫啊。那为什么要学习功夫呢？的主要原因就是在非洲啊，它的医疗的那个资源不是很多，而且那个药物在非洲是比较麻烦一点的事情，就是会比较贵啊，或者是比较难得到的一个资源。那孩子全部进来的时候身体都是肚子大大的，就是那个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的，所以和尚想了一个最好的方法也是最省钱的方法，就是让孩子自己锻炼自己的那个免疫能力，就是把那个身体啊锻炼起来让自己更健康。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让他们学习忍耐坚持还有勇气。那这在这方面呢学习功夫是可以锻炼出他们这些特质的。然后在早上的那个诵经的一个环节里面呢，还有就是打坐的一个环节里面呢，主要是让他们的那个心情 calm down 下来，就是平静下来。那不管是人一平静了以后，对思维啊，就是对在思维上啊，或者是在做事上面呢，其实都会比较清晰一点。然后就是诵经的话，就是当然。这必须要做的，因为法传非洲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些东西一件事情。然后接下来呢就会吃早餐，吃了早餐以后呢他们就会去上课，上了课以后呢其实我们也有补习班还有一些兴趣班，那比如说音乐呀，还有一些就是在技能方面的培训技能方面的培训，比如说电工啊木工啊，或者是一些做面包呀，就是在烘焙方面的一些培训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辅导的一些工作，就是辅导的一些课程，我们也会请当地的一些专业人士来为他们提供一些所谓的性教育的一些辅导，或者是一些心理的辅导。
那我也知道，其实你们在整个过程当中也是跟不同国家的政府，还有部落都有紧密的联系。可不可以请你也介绍一下，在 ACC 的当地的学生的招收这方面，还有就是跟当地机构的联系方面的工作呢？在招收学生这方面的一个流程呢，其实我们是需要跟当地的这个社福部去沟通的，还有就是去跟他们了解一下，哎，当地有哪一些孩子他们是非常需要这方面的资源，就是家庭就是可能说是无父无母呀，还有一些就是可能他在家里被照顾的不是很好，或者是有家暴的一些孩子，还有一些就是有艾滋病的孩子。那每一个国家的 ACC 的那个院区的话，它的一个收养孩子的一些规范都根据当地的一些情况来不停的去改变，做得更好。阿弥陀佛关怀中心在非洲的工作呢是非常注重对于女性的发展的，在各个校区男女学生的比例也是比较平均的，这个在非洲其实是很难得的，那我知道在不管在非洲各地啊，或是在全球各地的分部的同事们，有很多也都是女性，可不可以请你给大家分享一下，女性这个群体在 ACC 的贡献呢？我觉得女性啊，她有一股特别的力量。那在每一件事情当中，有女性出现的情况下，那事情都会变得就处于一个比较调柔的一个状态。那这是一股非常独有的一个化学反应。那当然，这个化学反应呢，在 ACC 也是非常奏效的。那非洲的孩子跟现代化国家的孩子也是一样，也会有这个叛逆期，也会有情绪，也会有需要被辅导的时候。那我们在与孩子沟通的时候呢，那这股效应呢，会很自然的散发出来。那针对解决问题上会起着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成果。那我想这就是女性啊，女性群体不管是在 ACC 或者是在其他的领域所处的一个位置吧。那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女性的一个韧力是非常强的，那在科学上也证实了男性是没有办法去承受女性在生育的时候所要承受的那个疼痛点疼痛指数。那我在想 ACC 女性群体的付出啊，未必需要用贡献来形容吧，但是可以说是起着一个平衡的作用。那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也邀请了 ACC 的副总会长庄艳华女士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的。 ACC 在非洲目前有六个国家七所的这个关怀中心，那在七所关怀中心的院长呢，有五位是女性来的。然后纵观全球大大小小的慈善组织呢，大部分都是由女性来挑大梁。那为何这个慈善的这个使命都是以女性为主呢？据我长期的观察，这应该是母爱的特征吧。母爱不一定是有了孩子才产生的情感。我觉得母爱是女性与生俱备的天性，是属于无私又伟大的原点情感。这种情感呢，可以很温柔似水，遇到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成为一位女汉子。细腻的观察能力，善解人意，坚强耐力，坚韧力，遇到棘手的问题还可以委曲求全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女性的特征。那目前在非洲，我们有很多海外来的这些职工义工，大部分都是女性，他们这样子离乡背井千里迢迢的来到了非洲当义工或者是职工，那他们要适应的其实是非常多的，就是时差、语言、文化、天气、食物
人事等等，有时候都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去适应这些事情呢，就已经开始进入工作的状态了，然后就是排山倒海的工作量。有意愿来非洲关怀中心服务的女性职工或者义工们，他们都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把他们所擅长的技能或者是他们的专业，比如说舞蹈、画画、声乐、语文等等等等，来教导孩子，然后陪着孩子们一起成长。那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在叛逆期的孩子，他们还需要很耐心的去辅导他，去倾听这个孩子的心声，然后呢抚慰他的情绪。这些呢，这些事情都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及耐力才能够胜任的工作。那么院长呢的责任就更加重大了。院长除了说需要把就是对院内里面的所有的运作管理、人事的管理以外，院长还需要对外，那就是对当地的这些政府部门、社会福利部啊、酋长等等建立好的关系。这些呢，对来自东方的女性呢，每一件事情呢都不是简单。非洲以外的 ACC 是属于筹款单位，我们叫做协会。在多数国家的这个协会的会长呢都是女性，对他们来说，在成立的初期是最辛苦也最富有挑战性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关怀中心是远在非洲，那会长们呢必须是想尽办法要怎么样让这些社会的善心人士对一个遥远这么遥远在非洲的慈善事业有信心，并且呢可以每年的再继续的支持下去。那会长呢除了这个以外呢，还跟他的理事们还是每一年呢都要办大大小小的活动。为了什么呢？目的就是能够接引更多更多的善心人士来加入这一个助养的行列。在办活动的当中也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我觉得这些会长真的非常的不容易。这么多年来看见非洲 ACC 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大，这证明了我们的院长、协会的会长们，如果他们不是对 ACC 的理念有非常坚定的信念，自己有非常坚韧的毅力，怎么可能去担任这个职务？总而言之呢， ACC 从开始成立至今，在每一个领域的发展，女性都是担任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这说明了其实女性是有足够的能力去挑大梁的。所以呢，我奉劝社会各阶层的女士们，只要你们有这个意愿、有这个愿力，是可以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的。好，谢谢张会长。那谈到女性的身份的这个问题呢，我知道你的姐姐选择了一条非常不寻常的道路，那就是出家当一名僧人。那当时你个人还有你的家人是怎么反应的呢？当时我还小，还搞不清楚状况，那也从未接触过佛法，那所以在华人对女性的这个传统定位的一个思维下，我觉得当时我是非常惊讶的。那当然我的家人一开始也没有办法去理解，那但是只能接受。但是后来我和家人接触了佛法以后呢，我们就发现到啊，这件事情真好，太好了。
对，其实在佛教当中，如果一个人他有因缘可以出家的话，其实是需要很大的福报的，因为这就代表你可以放弃放下尘世间的这一切的事情，然后专心的修行，走向解脱之道。但是在亚洲的传统文化当中，结婚生子其实是对于一个女性成功的一个衡量的指标。那在婚姻这个问题上，你个人是怎么看的呢？我觉得两个人不同的文化背景，需要相守到老，其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应该是互相学习跟成长的另一个层面的东西，那是需要放下以前所谓的我，那也可以称之为我执吧，那彼此去发现生活上的另外一片天空。那在这里呢，我想借用慧理法师的一句教言，几句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以智慧处理是非，以恭敬接待他人，以道德修养自身，以慈悲做人处事。那当然现在就是随着那个时代的变化，那很多独立女性都选择单身，也有很多的女性选择单身。那每一位女性选择单身的原因当然各有不同。在一些人看来，或许这是一个颠覆传统的一个情况，但是在我看来的话呢，我想每一个时间点，每个时代都会产生一些生活上的变化。那我想现代的女性定位已经让社会接受跟认可了，那而这些条件足以让女性们呢都有一个选择自己想要过的生活的一个方式。那所以现代的一个变迁的话，选择单身的女性缘分未到的时候，那能够自己让生活上的模式呢想就是跟随着自己想要的一个方式去走的话，我想这是女性们在这个社会上当下的一个自然状态。